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湿地曲措港湿地。为什么国家级？因为这边的野鸟还有这边的冬候鸟跟夏候鸟已经达到就是国家级保育的鸟类。那现在看到后方的话，就是我们的湿地的出海口，靠近这个出海口这边绿荫的一片啊，这个是水笔仔跟海茄冬。那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就是水笔仔跟海茄冬的生长状况。日月光文教基金会跟民传大学共同为石农教育向下扎根而努力。我们透过与桃园市大冈国小一起合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鱼菜共生永续发展的基地。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地呢，能够让小朋友更能够了解鱼菜共生农法的奥秘。这边呢是我们新屋华教园区，我的背后有一棵所谓的生命树，上面呢有70组的光电板。里面呢，告诉呢我们人类呢最早的生命的泉源呢是一棵树，树的树叶上面呢有叶绿素，吸收太阳光，产生光合作用，可以创造人类的一些食物。很多所谓的石化工业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过多的废弃物呢，我们可能有两种处理的方式，一个呢就是什么样，可以废物利用。废物利用呢，我们可以把过多的一些不要的东西呢，不要乱丢弃，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椅垫、椅套。另外一方面呢，给小朋友思考说，做出来的东西呢到处乱丢弃，我们将来的沙滩可能会变成所有的都是塑胶粒的沙滩。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从现在开始呢，尽量少用石化工业，而且不能乱丢一些所谓的垃圾。